F 金可去年获利 14.2 亿，年成长 35.02%， EPS 15.7 元，获利营收双双创下历史新高。董事会决议配股这个配息要 6.6 元，展望今年第一季，反指出 F 金可一月营收已经超过三成了，再加上中国大陆产能无虞， F 金可第一季业绩成长将是上看四成。